龙瑞，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美术观察名誉主编。那么下面呢，我主要是从这个，包括还有用笔的里边，还有除了线之外呢，还有在山水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有一个点法，是吧？这个点呢，在山水画中啊，用的是比较多的，啊，点呢，那种类也非常多，有大魂点的、胡椒点的，什么这个有横的点的、竖的点的，种种的这个点法。点呢，在这个山水画呢，它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是吧？它既有时候是表现山的那个山上的一些植物，有时候也是表现山上的一些胎。有时候呢，它在山水画中呢，实际上它起着一个另外的一种不同笔法的一个组织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吧？那么这个点呢？其实也是非常讲究用笔的。我们一般来说呢，用点呢，就要强调有力量。这个点呢，一定要像高山翠石，是吧？高山翠石，高山翠石呢，就是说这个点点的纸上呢，是吧？它要比较圆浑，就是它的形态呀，不要不清楚，是吧？不同的点有不同的形态，我们要把这个点的形态呢，点的来非常到位，是吧？这个用笔啊，像一般横的点儿，都要有多少有点逆风，比如这种点，你看点出来的这种三角形的，啊。这些点的形态，它都是非常那个具体的，是吧？要保持这个形态的节奏性。你点的过程中，这个如果说这个笔势变了，变成这样了，它在里边它就不协调。是吧？所以说呢，一般要点呢，高山翠石都是是吧？下笔要有力度，
啊。另外，逆风取势，是吧？逆风，啊，包括竖的点也是，啊。啊，这种点的形态，啊，这个点呢，这个笔啊，要多少有一个呢？要长锋，不要把那个尖露在外头，这样的点就不好，是吧？就是那个笔的那个锋出来了。是吧？所以说要去的用笔的时候，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先是逆去，大家体会一下，是吧？它那个风是逆在那里头，横点也是这样。风一定要逆进去，是吧？做圆弧点儿，就是垂直一些，一定保持一种点儿。在一个部分，它这个形态一定要比较具象，是吧？所以说这个点的这个力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还要长锋，是吧？长锋打点子。也是山水画中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打点子往往它是打在这个山的一些什么地方呢？你比如这一个山峰，一种我们把点子点到它这些最具有就是山的结构的最突出的地方，是吧？这代表了就是山上，你说是小树也行，是吧？它主要也是增加它的山的一种结构感。这个是点呢，多半要点呢，就像这个手，就像这个手的这个。就能起的这些部分，鼓起的这些地方，啊，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呢，山与山之间，啊，比如这结构，它形成了这么一个
凹凸的地方、挖进去的地方。在我们有时候用了线之后，竖线之后，有时候用横点去破它，啊，这那就是说，这个节奏是以竖线的这种皴法，再加上这种横点的这种来破它，知道吧？增加它的那个块面体积和这个凹凸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横竖交织的这种用法。是吧？这也是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当然说，在一棵树上，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尤其在画树上有各种的点叶法，是吧？各种夹叶，各种这种树叶，很多东西都是用点法来表现。点有聚散，点数，是吧？也经常用点儿，是吧？经常用点儿，啊。所以这个点
法呀，在山水画上用的是非常多的，是吧？它还有什么各字点儿、介字点儿，什么麻椒点儿，是吧？种类不一而足，是吧？但是基本的用笔就是打点一定要力度，要做的要古风，要有高山翠石的这么一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古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笔触落到纸上要有这个印印泥，印印泥就和刚才说用笔这个折钗骨屋漏痕，是吧？这个这些方面它都是一样，这个印泥的感觉就像那个用那个印章打在这个纸上，是吧？它是非常古丽的，圆浑浑浑厚的，是吧？它不散掉的，是吧？有那么一种味道在里头。然后大家要在这方面呢，要多做一些体会，要多做一些体会，是吧？就是说，这是说基本的一些笔法，是吧？多一些笔法，啊，包括一些小的，虽然说。比如说，有时候山脚下的一些小的一些小草，这些用笔啊，都一定要活络，并且都要见笔，是吧？都要见笔，是吧？这个用笔啊，这个从线到点，基点呈现，基点呈现，是吧？我们上午说这个折钗骨，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屋漏痕。屋漏痕就是说用笔一定要用到，就是用笔要有这个气意都处处要到，它就像什么呢？所谓屋漏痕，就是说过去那个墙多半都是这个粉墙，就是用灰墙。灰墙下雨的时候，水渗在上头，它不可能够很快的流下来。因为它灰墙它要吃掉一部分水，牺牲不一部分水，说它这条线下来以后，说屋漏痕就是慢慢的像往下渗化一样，这种屋漏痕啊，这个屋漏痕特别是在荷兰先的画上用的非常多，所以说那会儿一个荷兰先讲课的时候，在山水画中他强调用屋漏痕，包括他画房子
冰红就不一样，青冰红是比较有点像血一样。这些房子的用线，我刚才已经都表现过了，是吧？这种用线比较有弹性的，比较这种简洁的，要是用这种，还有一种就是画的要比较慢。每条线都吃得住，甚至有些时候，这个线都出一点锯齿。齿状，一点一点，啊，像写这个篆字，是吧？像写大篆，像这种用笔的笔法，啊，它这个呢，做的一种那个房子，比较这个。更加的有一种这个实在的感觉，融无漏痕的画法，是吧？所以说我们在用笔啊，体会不同的用笔有不同的笔的味道，有不同用笔的这种技术要求，是吧？下面再顺便说一说呢，就是说有写墨法，就是说关于这个基墨法和破墨法。泼墨法比较多，是吧？有湿的、泼干的、干的或者泼湿的，是吧？比如说我们。这几笔是比较干，是吧？然后呢，我们用比较淡的，用不同的胶汁。这就是单破龙，也可以说是湿的破干，是吧？是吧？还有一种盛化的
自然的这么一个要求，是吧？有时候呢，也可以是呢，这个干的破这个湿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画一点远山，淡淡的。这基比远山是吧，感觉到呢里边是稍微简单了一些，我们也可以用稍微干一点的来破，浓破淡，淡破浓，是吧？湿的破干的，干的破这个湿的，是吧？这样它的墨彩它就会丰富，是吧？丰富，是吧？这是一个破墨。破墨法当然还有大破，是吧？大破就是用水量再多一点，是吧？水量再多一点。但是越是大破的时候，你里边的骨线还是要保留一些，它就有些骨骼一样。比如说我们勾了一块石头，是吧？我们用干笔做了一块石头，趁它没有干的时候，我们用比较淡的墨来破它，就把原来都很清晰的东西，有些地方让它浑然。浑然的过程中呢，它里面还保留原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形态，是吧？就是说，不要让它感觉到没有这个骨力了。是吧？没有形状，是吧？基本上在破墨法上，是吧？是这么一个形态。这个基墨法呢？就要比这个破墨法要稍微复杂一些，是吧？基墨法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刚才也讲过，就是说破墨也好，基墨好，
里边这个笔一定要保留，是吧？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基本墨法。比如说我们在穿插一部分山的时候，或者画山的某一部分的山体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笔触，是吧？我们要是用基墨法，基墨法也是可以。一个是它的墨色基本上干了以后，啊，我们再加第二遍。也可以说呢，它半干的时候，或者是没干的时候。因为咱们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去等它干，是吧？就用另外一种这个和它基本上相不是那么顺的另外一个方向入笔，是吧？比如说这里边有很多线了，我觉得这一块呢还不够，是吧？我就可以用一些点增加它的厚度。是吧？这就积了第一遍。这个积墨法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如果它干了，我觉得还不够，我还可以造染，再积一遍，就用不同的办法把不同的墨色、不同的笔触把它叠加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叠加的过程中呢，我一定要保留这些用笔中的一个是笔触相对的完整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保留原来所留下的一些细小的空白，这些空白就透气，是吧？透气，并且还要看得出当初用笔那个笔路是怎么过来的，要见笔，是吧？要见。如果说我们把它混到一块儿了，是吧？就搅和在一起了，就不行了，是吧？
那么这个上面觉得还不够，还可以加，是吧？刚才是用的三角点，我这现在还可以用一些圆点，小圆点。是吧？这一个山头就越来越复杂了。我们还不够，我们还可以用叉。让它越来越厚实，越来越厚实。啊，甚至觉得还不够，我们还可以在上面泼，用水。最后把有些小白点儿，我基本都给它灭掉。但是呢，这里边还透着一些气息，是吧？透着一些气息。它这个就浑然还生动，是吧？里边还有变化。啊，年纪在。这样它，我们让它的墨色，这样的话，它不是说所谓有黑气的呢，就是有些同学画画过于早的墨色太简单的，比如想把那块画黑了。这是一块死黑，知道吧？这是死黑，它不透气，没有呼吸，啊，没有呼吸，啊，这样的话它不丰富，层次就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基墨法，是吧？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吧？基墨法一定要是这个用笔，一个是各种线型，刚才是这种横线，
加略带斜一点的线，有一种破法。你不能顺着来，说的我第一遍这个线条是这样的，是吧？我第二遍我还这样，还这样，还这样，这样，是吧？第三遍我还这么，还这样，他就不行了，是吧？他就要变不同的笔型来做这种工作，来做到积墨的工作。所以说这些墨法啊，它都是对比出来的，它都是对比出来的。这个疏密永远也是对比出来的，没有绝对的一个地方是要疏到什么程度，或者也没有绝对的要密到什么。疏和密都是对比的。当这一片和另外一片墨笔触碰在一块的时候，也许这一片当时它是属于密的，你这个地方画三笔，这个地方已经画了五笔。五笔就是密，三笔就是疏。但是当我把那个三笔上面加成八笔、十笔，你那个五笔又变成疏。我后来画的又是密，所以说疏密是不断调整。不断调整，画一张山水的画，实际上呢，就是说由简到繁，啊，由少到多，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不断调整的过程，是吧？也许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说在作画之前，是吧？我们想的原来是这个地方要画密，但是在因为我们是写意画，写意画就是我说的，何安先生说的是白纸堆芯片。是吧？原来我有一个想法，是吧？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随着这个用笔，随着用墨，它变化了，是吧？它不完全按照我预先所设定的、所构想的，是吧？它是在不断的这个生发、不断的变化的，那么就要调整，是吧？这一点呢，就有点像什么呢？还是用下棋来做比较，是吧？就有如我们下棋，是吧？你下象
棋也好，下围棋也好，你想走的这个招数也好，是吧？你的这个下棋的这个想法也好，比如说下围棋，你先来想的是我今后我先站边，先站脚，我然后我再往中腹打进中腹去，对方恰恰他就抑制你，是吧？他不让你这么顺溜的你就站了，这个几个角，这个角了，是吧？他就千万不敢就在破你，是吧？你破他，他破你。也许这步棋呢，原来的那个想法，到了实战的过程中，它就转化了，是吧？保留了一部分你原来实的想法，但是呢，随着因势利导，又变化成另外一些预先没有设想到的，是吧？这恰恰也是我们画写意中国山水画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有意思的地方，是吧？如果刚开始呢，可能他就没有这种变化，他就是原来想好的，甚至还要起稿子，是吧？有的还起个粉稿，拿个炭条画的都很细致，是吧？那样当然说，也是一个步骤，也是一个过程，是吧？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呢，它往往画出来比较死，就没有出人意表之外的一些效果，什么一些效果。所以恰恰我觉得我们山水画的写意画，它还有一个随机生发的这么一个过程，随机生发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基墨法这一块，是吧？基墨法加破墨法，是吧？在当下的这个山水画的绘画过程中，越来越应用的比较多了。它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传统古代的这个纸和我们现在的纸也不一样，是吧？我们传统所用的纸，是吧？它往往呢，虽然是纸本的，实际上当时的纸那个盛化程度没有我们现在宣纸的盛化程度那么厉害，是吧？我们可以去故宫也好，博物馆也好，看这些古画，是吧？它里边泼墨的地方相对是少一点，是吧？有的地方即使有一点，但也达不到我们现在宣纸所能产生的效果。因为一个呢，是我们当下的这种总体的审美追求和古人已经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绘画的这种功能性它也在转换，很重要一点呢，也就是工具在变化。
现在的宣纸啊，比古时候的宣纸盛化的这一块上要厉害的很多。它这个呢，也是由于生产过程中，也不客气的说，它有些地方也加了一些带有一种化学的成分在里头，比如说宣纸的生产，特别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徽州的这个宣纸，是吧？我们用这个徽州的宣纸，是吧？它原材料一个是檀皮，檀树皮，是吧？檀树皮呢，它有一个拉伸作用，是吧？二呢，它的棉料就是稻草，稻草的杆儿，是吧？那个地方的稻草的杆儿，过去要是手工做的纸，要把这个稻草拿出来放在这个太阳底下，起码要晒很长时间，几个月，甚至上半年，是吧？它是天然的去掉它的有机物，是吧？天然的去掉有机物，它就自然就变白了，自然就变白了。然后呢，再通过一些加工，是吧？一些这个清洗，是吧？那么现在呢，一不愿意把那个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工艺流程，是吧？做那么长，是吧？那个稻草就弄那么长时间，它的原材料现在生产量也大，是吧？他就加化学元素，起码加漂白，是吧？加一些这种现代的这些因素进去了。说另外一个呢，过去的这个纸啊，檀树皮也是比较多，是吧？相对我们现在檀树皮也非常稀少，也非常稀少，是吧？所以说呢，现在的纸啊，渗透能力非常的强，是吧？也是它一个优点。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呢，大部分作画呢，都用的是墨汁，是吧？古人画画呢，都是颜的，墨。墨和这墨汁还是有区别的，是吧？因为笔者呢，古人画画呢，也没有我们现在动辄就画什么丈二坯，什么八尺都不算大，是吧？一般平时画的四尺真纸、六尺真纸等等。那个在古人来说，画到四尺就是中堂了，是吧？就是很难得了。画到六尺就算是比较大幅
服他。那现在来说呢，说画是越画越大。那么来说呢，二者呢是我们现在的墨的质量是非常差，是吧？不是一般的差，是吧？因为要真正做到老的这种墨呢，它主要是要一，它要用松烟，是吧？松烟在安徽这个多半还是黄山地区的松树，是吧？通过燃烧以后，它产生的烟，这个烟熏在那个瓷器上。过去那个烟是熏在下边烧的这个松树的松木，然后它产生的烟，它要熏这个一个大的那个白色的瓷的这么一个器皿，是吧？这个烟在上面以后，时间长了，它就越积越厚。那么就是说，这个器皿的上半部收藏起来的烟，就是顶烟，那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越往上，那个烟的烟灰越细，顶烟。下边靠近火越近的，就是底下的烟，是吧？那就是算差的，是吧？松树产生的这个烟，它非常细腻，是吧？并且呢，它的黑度也非常好。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呢，一，它也没有那么多木材去做这个烟了，去烧制这个。它很多呢就用的是化学烟，黑色的什么其他的，什么碳金属啊，什么其他这类的，是吧？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传统的墨呢，它要刷这个墨里头必须要加这个好的这个鱼鳔的这种胶呢，它非常的这个非常细腻，是吧？一般木匠用的是猪鳔，做墨呢用的是鱼鳔。鱼鳔都是从鱼骨头里熬制出来的。这个鱼鳔呢，它是有机的，它是有蛋白的。随着时间一长呢，它会发臭，是吧？并且所谓墨臭，主要就在于是因为里边那个胶它变质了，是吧？所以为了克服这个呢，古人就在里边要加麝香冰片，是吧？加麝香冰片，加冰片是防腐，它不会很快变质，是吧？加麝香
是增加它的气息，是吧？感觉到非常好好的。现在谈何容易，哪儿找设想，是吧？另外一个也没那么多冰片呢，是吧？所以说呢，现在的墨的质量都是和过去就相差甚远了，相差甚远了，就达不到古代赤墨的这种高度，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绘画的过程中呢，往往呢就是说，因为图快、图省事儿，啊，就使用的这种墨汁。这种墨汁和墨有什么不一样呢？一，它的墨色没有传统的中国的墨那样的有墨韵，它的淡墨的颜色没有好墨的颜色那么丰富，是吧？特别是在淡墨上。二一个呢，墨汁在纸上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层次感没有真正的墨画出来的那个层次感。你看齐白石的画，黄宾虹的画，尤其是在淡墨部分，那个墨韵呢层次特别多，啊，层次特别多，并且它一笔和一笔那个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墨汁呢它就达不到。所以说墨汁呢，在做基墨法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用的是好墨做基墨法，它多多少少还有感觉有一点颗粒感，因为它终究是研磨出来的，它有一种厚度，甚至有的地方有手摸着它沙沙拉拉的，还有一种感觉，是吧？有一种感觉。那么现在的这个墨汁呢，因为它是化学的，是吧？它在这个基墨上，它往往呢就容易浑然一体，很容易这个层次它就简化了，是吧？就减少了，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顺便给同学们也说一说，是吧？这些工具一个是用笔，这个毛笔，是吧？毛笔确实也是现在质量也不是太理想，是吧？所以说这个笔啊，也不要贪多，是吧？用这个笔呢，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逐渐的得几杆好笔吧，是吧？这个好笔啊，主要就是说它最好就是真正的原材料是货真价实的，是吧？
不管是养好的，你还是说是狼好的，是吧？尤其按得力的 好笔，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机会，如果能够用研墨画画，当然说墨也有很多好坏的问题，有些墨即使研了，它也不是好墨。这些年，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还专门我们花院啊，专门还和这个潮属工是吧，在安徽有一个厂，当时我们还定制了一批非常好的墨，是吧？他也是用古法炮制，是吧？成本也比较高，成本也比较高。但是我总觉得能留下点东西吧，是吧？我们当时画院还专门为这个做了这么一个120万的吧，是吧？我们画院在这些方面还是注重的，因为像我顺便说说这些材料对我们绘画的这些关系，是吧？过去李格染先生在画院做院长的时候，黄昼先生是我们的副院长，是吧？所以说黄昼先生也非常重视这方面，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材料上就专门派人在这个安徽定制了我们中国画研究院，当时叫中国画研究院，就是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是吧？中国画研究院专用纸，它有水印，就那纸拿起来对着光，中国画研究院监制，是吧？那纸非常好，那里边能够对着光，因为它弹皮和棉料用得好，里边像云朵一样，是有那个云纹的那个纸，非常好，是吧？非常渗墨，是吧？非常渗墨，墨上去以后也非常滋润，同时还有由我们中国画研究院专门监制的一批墨，是吧？但是这批墨也就没了，都是说那会儿做的纸，当时笔也是有中国画研究院监制的，甚至包括现在这个颜料，是吧？颜料当时最好的这个颜料应该是苏州姜丝堂的，苏州姜丝堂，它是专门按照传统方法生产这个中国画颜料，是吧？当时也是由我们中国画研究院监制，所以说过去那个小纸盒的，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里
边有花青啊、藤黄啊，啊，还有不同的石绿、石青等等，都是按照古法炮制，包括它的赭石和花青。画中国山水画颜色用的并不多，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呢，还都是属于是这个水墨的这种画法，是吧？一般就叫浅绛山水，叫浅绛山水，水墨浅绛。水墨浅绛呢，它是以还是以墨为主，以颜色为辅。顺便说一下呢，就是说画中国山水画，啊，我们这种浅绛山水，一定要把墨色画够。你即使像画面上我要用颜色，是吧？一般说呢，中国的浅绛山水墨是根本，颜色是为辅，是吧？颜色是增加它的那个效果，不能够用颜色把墨压了。也有些同学过去画画中经常出现，就是颜色用的太多，颜色把墨气压了，是吧？墨的一定要画够。所以说柯先生上课时候曾经也提到过，是吧？一般来说，墨色、墨气应该在这张画上要占到90%以上，是吧？剩下的地方，尤其画眼的地方，比如说小房子啦、小船啦，是吧？或者说一些眼角的石头啦等等，才略施一些颜色，略施一些颜色。主要的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花青、赭石，是吧？和花青和藤黄配在一起的紫绿，可以做照人，是吧？包括从四王王延齐的画里边，他也是这样，也是这种办法。所以说，在好墨好纸，是吧？好笔的这个技术上，我们呢还要有对颜色有个认识，有个认识。就是说，在这种水墨浅绛的这种山水画中，颜色为辅，墨色为主，是吧？墨要占到90%，甚至墨色已足，已经够了，颜色起到一点画龙点睛的作用，是吧？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的这一般山人
颜色在画面上一般不要超过两种，最多三种，是吧？有的同学画画，是吧？桃花就是红的，地是绿的，是吧？房顶是蓝的，远山又是花青的，是吧？你这张画上它就俗了，啊，俗了，不雅了，是吧？就是颜色用的过多，色相太多，太花。往往呢，还因为呢，就是默契不够，是吧？默契不够，要把墨韵使出来，是吧？要把墨韵使出来。所谓这个墨韵啊，实际上就是要把那墨使开了，要把它使开了。浓淡干湿，根据不同的这个地方，把这个墨的那个颜色层次要展现出来，是吧？所以这个墨韵好看，就是说干湿浓淡搭配的非常好看，搭配的起作用。那单纯的说，什么样的墨色是好的，无法说，是吧？无法说。就好像音乐，比如说我们说拿音乐来比喻。是吧？哪个声音是好听的，都难说，是吧？是高音好听，还是中音好听，还是低音好听，是吧？哪个音符好听，都很难说。但是你放在这个乐曲中，是吧？它和其他的音符和其他的声音配在一块儿，形成旋律了，是吧？它就起了作用了。哎，这个章节就非常好听了，是吧？所谓墨彩，它也是这个道理。是吧？你要想想它这个墨彩非常好看，就是在浓淡干湿，再加上用笔这些因素的组合，产生美感，然后产生美感。说这一点上，大家对这个用墨这一块啊，也要有一点认识，是吧？也有点认识。所以墨色要把它用开呢，就是有些同学画山水画啊，画画吧，它黑的是黑的。浅的是浅的，浓的是浓的，淡的是淡的，这些东西在画面上没起作用，是吧？是孤立的，是吧？是没有起到一个协调作用，那你的那个墨色就不好看了，是吧？所以很难说这张画说
么样的墨就能够好看，是吧？你把它画协调，是吧？往往比如说在极干的地方，恰恰配的是极湿的，是吧？那么你要想有突出的地方，又要有一个相对大家比较平和的地方，就是说先要有平和，然后再起波澜，是吧？再起矛盾，在这个平和是基础，矛盾是它最激烈的地方就展现出来，是吧？所以说有时候把最亮的和最黑的放在一块，是吧？最浓的和最淡的放在一块，啊，特别像我们有时候在画山水画中，是吧？远山的山头特别重要，是这张画基本是盖棺定论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吧？它起的，它为什么呢？别看那个最主要最远的这个山头，它上头就是白纸了，是吧？那么它的形态，它的墨色，是吧？它的笔法都会在这个画面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他的部位，因为它潜藏在其他的东西里头，它不突出。那么外轮廓就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偏色求财，就在这个地方它要体现出来，是吧？要体现出来，啊。比如说我们画一种一松树丛，是吧？其他的树，是吧？是属于在这个树丛里边，它是那个好像唱戏是跑龙套的，啊，它是起着衬托气氛。你不要把每一棵树都画得那么到位，每一棵树都有姿势，都有姿势就群魔乱舞了，是吧？正是因为要突出一两棵最漂亮的树，其他的树就要做辅助作用，是吧？它要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是吧？它要画的姿势也不要太明确，甚至要画的含混，是吧？恰恰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地方，靠近画眼的地方，黑和白交织的最明显的地方，那几棵树要画的，是吧？下笔落笔有深，不能够来回在那折腾，是吧？是特别有些树的树帽，是吧？树顶，它印在那个最白的那个地方，那几笔不能改。说画了半天，老觉得不顺眼，老想修，修来修去也修也
难看，越描也越丑，是吧？越描越丑，是吧？这些东西啊，都是说作画的一些经验，是吧？就是说从这个墨法、点法、笔法这些方面，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示范，是吧？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没法深入下去，是吧？我们下边呢，在这个具体的，在这个示范这个一些比较完整的这种过程中，再和同学们进行这个交流啊，好不好？好，这堂课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